松拿中是传来美丽的歌声，路过溪头，然后有真侪游客来这运动散步。南投幸运合唱团嘛特别来到这练习唱歌，清幽的环境加上好听的歌曲，真正是一个上赞的结合。啊，人的声音是可以去变化的。那我们一年会办至少有一次到溪头或者到山林里啊，这样来跟自然结合，也把我们的歌声呢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呢结合起来，那让我们一些游客啊也可以听到我们美妙的声音啊。每一位成员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愈唱愈有精神，看到大家唱歌的表情都亲像是跟自然互相结合，相当的投入，也相当享受大家做伙唱歌的趣味。我们是一群很幸福的人啊，尤其是我们会在一年当中啊安排一些郊外的这个练唱哈啊，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大自然里面，我们觉得不是只有唱给人听，我们也唱给大树听，也唱给高山听，所以觉得那种喜乐是无法形容的。那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是有这样子对着很多的游客歌唱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大家也是乐在其中，非常的愉快。在松拿中，唔来当好心情放松排毒压力，每一位成员嘛纷纷表示，在溪头这么好的所在来练习唱歌，嘛感觉大家唱出来的歌声是特别好听。因为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下呢，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对对，这歌声特别的甜美。然后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子。难得大家当做伙伫松拿中，伫这边享受芬多精的同时，麦当享受唱歌的趣味，那么趁这个机会来欣赏一段幸运合唱团美丽的歌声。记者蔡有凯采访报道。